新田69岁，一汽退休职工，丧偶，工资3000元，住房面积44平米。白 T 恤，休闲短裤，张大叔给人的第一印象啊是开朗利落，耿直阳光。与很多单身老年人不同的是，张大叔在28岁的时候，妻子难产去世，从此没有再成家，无儿无女。这么多年啊，他也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只是没有成功组成过家庭。看啥？我心里的没清楚。现在人就讲现实，现实就等于钱，对不对？你说我这一辈子就没找着，就啥经济条件，我也没有不拉爱好，吃完喝酒打麻将都没有。了一辈子，找了一辈子。张大叔说呀，自己这大半生啊，就是一部生动的中国近现代婚恋观演变史啊。年轻的时候是因为没房，这不是就完了汽车厂吧，说是不那个房子紧，我领导说，哎呀，有的生孩子还没房呢，你这个光棍一个人将就点吧，你要找着对象，你把对象领到单位了，我们跟他解释，你登记就有房。但是人家女方呢，你看你没房子，人家就不跟你处了。你在我没房子时候，差没房子找不着对象。现在有房子了，房子又小了，或者是又没装修了，又不那个富丽堂皇了，哎，还不行，就是处处不干点。咱们是诚心找对象。房子、车子和彩礼这些东西啊，是不少年轻人谈婚论嫁需要面对的很现实的问题。但是在张大叔看来呀，他这个年纪找老伴儿遇到的现实问题可一点儿都不比年轻人少。老太太比大姑娘要求高。咋说呢？咋说？人家大姑娘我问过，说你们找对象，那个，要不要啥条件？要啥条件呢？你看人家不要条件。再一个吧，都是独生子女，那个男方吧出房子，女方还出车，都出点，是不是？现在你要找老太太是，别说出车，钱都不出，你还得一个月给我1500到2000零花钱，那你是我的保姆啊，月月要钱的。这张大叔可说了，自己呀、就是一个有啥说啥，心里藏不住事儿的人。既然咱决定上电视找老伴儿，那咱就得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自己想找啥样的，得明明白白的让大家伙知道。我首先演员上我得相中了，再有俩人有共同语言能生活到一起，经济条件都是次要，哎，能陪我白头到老的，我想找这样的。除了这些基本条件，张大叔说，如果啊再能碰上个有个共同爱好的，那可真是老天开眼了。走一个地方吧，我就留下一个的胸卡，就是胸卡。除了旅游，我就是游泳、滑冰、看书，还是这时间不够用啊。在家是做饭、洗衣服，又当男人又当女人，活一天，咱们就不得做得充实一点吗？了解了张大叔的个人情况和择偶标准，红娘第一个就想到了住在长春市鹿园区的张阿姨。张桂芝60岁，社区退休，工资2400元，丧偶，住房面积30平米。人品必须好，身体也必须好，就是说你挣多少钱都不主要，就是说没有好身体，你有钱没啥花去，是不是？对。完了然后呢就有一个有个住房医保，工资3-4000块钱，儿女得同意。我不喜欢找离婚的，我喜欢找就是丧偶的，要是外地的，要是条件非常好的，我也可以。我介绍一下，张阿姨。哦，姓张啊。啊，对。那我也姓张啊。对呀、李姐，你好。你好。你好。我也姓张。进屋聊啊。是我养的，就是小房子。是我的门市啊。我就是个车库，老伴儿没了以后，我在车库上住了。完然后把房子卖了以后，我也没地方住，在车库。在车库里面。就在车库里面住。要你见笑了。哎，那这还行，比我家强。比你家强。女王房子就是大，也是人家的，他就是那还有没房的呢，他这小算啥呀，对不对？那都无所谓，咱主要还是看人。就一直也没碰到比较合适的，有的女的要求条件挺高的，我条件也不是特别好。我55退休的，特殊工种，原来我是打铁的，我现在才3000，这回涨工资还没涨，
你工资多少？我工资2400。哦，您哪个单位退的？我现在就这个村长社区退的。社区？啊、嗯。你是社区的？对，我因为社区的工作人员。对。你说演员吧，瞅着反正，反正你也不丑也不顺，就这么个人，一般人。但是一般人也有一般人的优点，一般人放心点。你要是仙女的话，那咱们就怕保护不住。我瞅着身体那玩意儿特别好，知道栽了。哎呀，对方身体要好可是张阿姨的硬性要求啊，这在和红娘刚见面的时候就提出来了。身体也必须好，就是说你挣多少钱都不主要，就是说没有好身体你有钱没啥花去。面对这一现状啊，我说张大叔啊，你可要好好把握呀。你家住的去哪哪个区？我家住那个四街区，就是论大区来讲是属于第一生活区，老房子平顶。嗯，多大面积？我的面积是44米多，不到50米。今天上午他到我家去了，反正我这房子不是特别大，但比你这屋大。你看我这么别瞅，别寻思了，我这两个屋反正没有厅，就那样的，反正也没装修。我们那块说要扒房子，计划当中的要扒了，究竟啥时候扒咱也不知道。你对这个住房大小面积啊、情况啥的、地段有没有要求？那可没有要求，这个东西吧，就是我因为我先头吧，我那就前几个月我黄爷就因为他要100米的房子。我说我实在买不起，你说你把我家说成啥了，还转不开身，房子小也不至于转不开身，就是这样的。人家原来人家房子大，人再住小房人家受不了。说起这个问题呀、张阿姨说自己原来也住着100多平米的房子，5年前啊，为了给丈夫治病，卖掉了家里的房子和车，也花光了积蓄，所以啊，才把仅剩的车库装修后住了进来。我这楼上108平，就在楼上。完了，我这是我家原先一个车库。完了，我就老伴儿没了以后呢，对，那你一个人住也行，就在这屋改吧改吧，就在这屋住吧，就这样。那你对你原来那老伴儿挺负责任的。必须的，楼上房子卖了63万。那这么说，看病2年时间花进去得小100万，那差不多。后不后悔？不后悔，为啥不后悔呢？咱做到了。咱说句不好听的，夫妻一场，咱必须得做到。啊，这是有点。那人家那看他丈夫有病不治，我把钱都留下，那算啥优点呢？对不对？那证明这人吧，人得有良心的。对你原来那老伴儿挺负责任的。必须的。那咋的？你这个头婚来讲，一般负责任的多，二婚也不负责任。也不一定，也不一定，点儿就看点儿。但是我遇到有一个，我开始处的时候我都先说这个。我说吧，人吧，这一生不能都平平安安。你说有个病灾，你可别把我扔了。完了，我坐车抓一下子，那是小伤啊，我还能动弹呢。您就不干了。我说这要卧床更得扔我。咱们要是找对象是结婚啥的，你得扶着，咱们是往一辈子走，是不是啊？你现在没病，你将来有病你就把人扔了，这个是有点你不善良也不讲道理。你说对不对？得从一而终的，对。开始你同意了，以后过了那就得从一而终。咱说说，我要是有严重问题行，你说是不是？就是就去年发生的事儿嘛，我跟他处完没过呢，对不对？就处对象，开始我就说这事儿了。我说吧，你说俩人走到一块儿不容易，都是个缘分。但是吧，生活吧就天生苦辣，不能都一生都平安。我说有个病灾，我听说二婚扔的挺多。我说你要是扔我，现在就把我扔了，别等我有病的时候你再扔。他说你放心吧，我的骨灰跟你的骨灰都埋在一块儿。哎，我说那行了，那咱就别说了，妥了。完了后来还没等过到一块儿呢，我就是坐车拽一下子，他这一刹车，我正要下车，没把住一下拽一下，拽一下就肋条骨就受点伤，哎。完，但是我也能走，上厕所啊都能。这呢，完了，我说咋整这样？那个司机吧，给我俩钱，我当时没脚咋地，给我俩钱，我就下车了，车号我都没记。后来我再找这个车号，我也不知道哪个车，找司机也找不着了。人家司机完就不干了，又转了，就都为了躲我走了。司机也找不着了，就认了呗。这玩意也是小伤，自个儿花1000来块钱，吃点药啥养养就好了。完了。他也伺候了，咱该咋的？伺候不到一个月，完了到我好了，人就走了。他说我给你伺候好才走的，
我说那四万毫也不应该走啊，四万毫走是那赶上学雷锋了，但是如果要往夫妻方面发展，四万毫那更不应该走了，对不对？那可能是其他问题，不是跟你的伤，是不是？是，我们这后来跟我俩拉倒了，后来来个电话，我给你送好才走的，那意思我还讲良心。我说那你送好也不应该走，叫他没话说了。如果我要是吃喝嫖赌有这方面缺点，那你拉倒，我二话不说，错误在我手里，是不是？我这受伤这何罪之有啊？是不是？你送我当时我就表示了，我说你送我这辈子我忘不了。但是你把我扔了，我这心里就不得劲了，对不对？就是好事又变成坏事，对不对？对不对？你硬上好了，好人做到底，是不是？好人你就做到底，做到一半完了你就撩了。我要求吧，咋的呢？这个岁数大，碰到一块不容易。要没有严重问题吧，俩人应该白头到老，是不是？哪管我没了，你再找我都没意见，对不对？你这人在这活着呢，你这没啥这大原因就拉倒了，就这点小伤，你以后你再找他，后来，那我听我妹妹说，他后来又找一个，那你谁敢保证这一辈子没病啊？人撩有病，你要再撩的话，那你得撩多少回？你说对不对？你不应该有病就撩，那你女的有病我也伺候你啊，一样的，这玩意儿互相伺候。但有的人，他女的他是这么讲的，说我跟你在这儿，我伺候你了，你就得月月给我多少钱，那我就赶保姆了，那性质就变了，对不对？假如两个人感情好，要一个人死的话，那我挺身而出，我死去。我以前遇过这事儿，有个狼狗冲我来了，我那俩处过对象，那对象想把我身后了，要说我一个男的。我说张大叔啊，你当着相亲对象张阿姨的面，三句话不离嘴的就说以前的感情经历，我咋觉得要犯相亲的大忌呢？咱俩是准备的吗？以后我还要再聊。行。我还找他说啊，那行。姚清杰，65岁，退休工资3000元，与儿子同住。还有那么说的呢，全花男的钱，完了女的钱。老保钱不能动，完了你男的还得给女的零花钱儿，1500到2000，你看。不是，那你年轻前找对象前举家过日子，得两个人合伙过呀。那人家都赶上当保姆了。那你老了以后，干啥不干保姆的活？咱就首先就你提出来这个经济怎么分配，是不是啊？经济怎么分配？因为你有退休金，我有退休金。是不是啊？那就是今天咱出去买东西，我要相中了我喜欢吃的东西，你喜欢吃，那我就拿钱买呗。你要啥你就拿钱买呗。那经济为啥分能分那么清呢？我不咋太明白，是不是？我的就观点是这个观点。那个，就像别人关心的，比如说这年老的，谁也不能说的，就将来没病。对，就是，那男方要是有病了。是看病才花钱的，我的啊，如果的话就是真是男方有呗，是不是？那就有可能对呗。你现在是有钱的话吧，咱就说这需要10000，那我现在没有这些，我就8000就7000，那可以啊。我拿我钱，我给你补上相当于，因为在一起生活了嘛，一家人嘛，是不是？在一起生活两点，一个是干活，一个花钱，这两点如果他互相都不能接受。肯定要出现矛盾，肯定的。你要接触的找对象的老太，他们就讲了，哎，我们找对象要是啥条件，他找对象要啥，我要房子，我要钱的，哎，这个你多少有的能受点财。不是你找的是伴儿啊，你是找财找房子找财呀。你这么说的还真少啊。哎，你这句话还真挺值钱。马克思说，相互间的爱慕是婚姻的基础，对不对？有的奔钱来的都是没相中人的，也过不成。咱就说实话，你干啥没研究啥，我也总看书，这方面我早就研究透了。别人吧，也有说是没孩子，哎呀，你太可怜了。我不那么认为，就什么事情嘛，都一分为二看，是不是？有孩子有孩子好处，没孩子有没孩子好处。如果有孩子，孩子要不孝的话，那还不如没孩子，对不对？但是没孩子也有没孩子难处。你讲话了，没孩子，我就最怕的是过年过节。想想也是啊，
张大叔20多岁丧偶，那40多年独自一个人度过的年三十是啥滋味啊？眼看着张大叔和姚阿姨在很多问题的看法上都是一拍即合，这不在日后如果能在一起究竟登不登记的看法上，俩人啊又是出奇的一致。你登记那一张纸知不知道是都那个证明婚前你的你房子我的房子是不是啊？对，我跟你说，我觉得吧哈，就是没那么太重要，是不是？这个遗产不能继承，好继承。对，你登记的一样继承。我告诉你了，要登记让他继承不了也继承不了。对对，登记我一样，咱俩是登记了，但是我财产我不给你，我就给我那邻居那小子了，那也好使。我婚前就是我婚前的，对对不对？我说了算。对对对，就是登，就像你说的，登记尤其像我还没儿没女，我自个儿就说了算。对，我就说给你都好使。从演员上可以啊，从他说话了言谈举止也都可以，因为毕竟年龄这块比我大4岁也可以的嘛。说头婚跟二婚不一样吗？是不是啊？刚才你说哎不一样，确实不一样啊，对不对？不一样，这个我也有同感，确实不一样。不能像头婚那么包容。对呀、啊，对呀、啊，因为咱们原配第一婚姻，咱们是让孩子双方都是咱自己。咱们就打的死去活来的人照顾，对不对？二婚用不到这种程度啊，对呀、啊，几句话可能就完了啊，对呀、啊，那玩意儿，那真是那样，那真是那样。对呀、啊，是不是那样？对，你有这个，我有这种感觉吧？有啊，对，他不是头婚的，就好比是原家酒。二婚就好比是二锅头，这么形容。是，那你看我这个说话，你就知道我。啊，你对，你还挺，你还是挺直爽的，而且挺单纯。对呀、啊。不是那个心眼那么复杂的，有的复杂呀，这个钱了，那个钱了，你都得给支出。不是因为我不懂啊。不是拿你老头当银行的。我不懂，那你是银行，你就直接说我是银行，那我也向你提出来，因为你不是银行啊。你没拿老头当银行，你是拿老头当银行。眼前这俩人啊，在问题的看法上是越唠越对撇子，谈到关键处呢，还有说有笑的，感觉呀、啊，就像相处了很多年的朋友。于是啊，我们的红娘想赶紧趁着热乎劲儿问问俩人对彼此的感觉到底咋样。蛮好的，从谈那个言谈举止，包括反正演员可以，包括言谈举止也可以，那都在我的印象中蛮不错，真的蛮不错的。行，那叔叔，你怎么看？怎么决定？我这个，那你再考虑考虑，这么大个事儿呢，是不是？对，大事儿呢，这是人生的大。姚阿姨直接表明了自己对张大叔的认可，但张大叔看起来还是比较犹豫。我认为他挺好，人品也挺好，但剧人，我咋瞅就演员上不来。我瞅他，我寻思头一眼相不中，第二眼行不行？那第二眼、第三眼那还相不中。那就完了，实在可惜，就是他这观点真挺好。那你看上午那个阿姨有演员，哎，有演员，完了又那个观点接受不了，对呀、啊，再有人家还不干了，对、啊，我就正好。这个呢，你看人也挺好，这个阿姨。哎呀，就是。叔叔，你说是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就这么一辈子挑过来的？原来反我那边我也是心高。现在你是相对象没有不干的，相对象没有不干年轻的。现在差一些了，你有的人一看你这个工资少，房子小，这都有关系。对，所以以后再碰碰看吧。那玩意儿不能硬将就也不行。不是说再等80了？那你说我都这么多年了，都不将就了，到最后将就一个，你这叫同床共枕呢？这玩意儿要不是同床共枕好说，要跟一个男的交朋友能交，对不对？这种真没法将就。马继凤
71岁，丧偶，退休金3900元，住房面积90平。我除非啥时候换的哈，就是我要洗漱了哈，我要洗漱了，我就把鞋换上，我就那个拖鞋，别的拖鞋也有，不用换。完了，阿姨，我能问一下，就是你从上班穿高跟鞋穿一天，就穿这一天，完到家了之后你也不换高跟鞋？我也不换，我干啥做饭？睡觉之前洗漱了，睡觉要洗漱了。你这真的是一直不脱高跟鞋是吗？就平时在家里面你也是一直穿着高跟鞋？对呀、啊，那你看家跟你走了，你根本你屋里带不了啥东西。你这么喜欢高跟鞋吗？我要是家里肯定。我要是穿平跟鞋有什么感觉呢哈？我穿一天，礼拜天休息啊，比方我穿了脱了鞋这一天没啥，我就腿肚子疼，这后腿它不走道就往后，它我找不着那个重心了。这也是儿子买的，上深圳的时候买。儿子、姑娘都知道你喜欢穿高跟鞋。对对，真的全部都是带跟的。嗯，完了那种小细跟，其实我们年轻人穿起来都挺费劲的。嗯，这也是在深圳买的。身为女人，大多数对高跟鞋的确没有抵抗力，可是能把高跟鞋穿出这样一种境界的马阿姨还真是红娘遇到的头一位呀、啊、直到睡觉前一刻才肯脱下高跟鞋的女人，可想而知啊，在平时的生活中对自己也一定是有要求的。78年生的啊、我七十，我明年是就老百姓说的鼠年吗？我是70几那个鼠，就是本命年的那个。对对对，嗯。但你的皮肤就是看着没有斑，然后一点褶都没有，你平时是用什么护肤品呢？保养啊什么我也没有，这个是第一个。可以理解为天生丽质吗？夸奖啊！完了这个，最后是上这个 BB 霜。哎，就是你，我看您今天就化的妆什么的，平时还打的口红。嗯。每天上班都这样，都这样。嗯，因为他那品什么的是吧？对，我那口红也是好几种，有的是姑娘给的，有的是什么剩我自个儿买的，感觉到哪个颜色不好了，我就用两个颜色搭配一下，适合自己就行。好在就心态好吧，就是有啥事儿我能放下。心态好是马阿姨这辈子总结出来的最为重要的保养秘诀。她说，尤其是一个女人婚后活得精不精彩，其实啊，完全取决于她当初嫁的丈夫好不好。这是我俩的生活照，这个就是生活，她就总这样，就是总这是在谁家呢？她就是一直总整你，叫你突然退房就给你黏过。你也不好意思，特别黏媳妇儿是不是？也不管外面就旁边有没有人。哎呀，他不是干那个干啥？那我就不好意思，我就要挣，他就非得这样整自己。因为我们是自由恋爱，在我们那个年代吧，反正我们夫妻就算是很默契的了。因为他呢性格很幽默。很豁达，就真正的东北男人又不计较。提起和丈夫之间的那些恩爱片段，马阿姨的字里行间都是藏不住的幸福的笑。或许是他们的幸福连老天爷都嫉妒了吧，原本是多么让人羡慕的一对恩爱夫妻，却硬生生的被命运给拆散了。我们结婚25年，我们24年多一点他就没了，心脏骤停，其实到了太平房一看，直挺挺的就搁那躺着。丈夫的突然离世犹如一个晴天霹雳，马阿姨头上的天顿时就塌了下来。面对一双儿女，她硬是咬着牙为他们撑起了这一整片的天。30年恍如云烟，如今儿孙的幸福都不再用自己去惦记了，是时候回头考虑考虑自己的幸福了。我觉得啊，我也是对自己一个挑战。你说我之前没想，完了突然之间自己70来岁才想着上电视哈，我无非就是年龄大了嘛，年龄大了也有选择婚姻的权利啊，是吧？我就我自己来说，现在的状态哈，大我4-5岁，这个真好。要如果说是条件相当，不嫌弃，或者我们觉得能合得来，小我4-5岁也可以。赵成进70周岁，丧偶，住房面积90平，退休金4000元。你很熟，这换身衣服呗，领子啊，我给你整整。也不能穿睡衣啊，这不能穿睡衣啊，熟。咱。换一下，给你找对象，咱是不是得换一身正常的呀？见过七舅家，我70周岁啊。哎
叔叔，你是跟咱们那个共和国是同岁的？对啊，啊！天哪，我还挺有印象，您49年生人、啊？四九年生人，我是18的吗？多少？18的。阴历啊？阴历，今不16吗？明的，这17，明18。明天是你70周岁的生日。70周岁生人。按照咱们中国的民间传统啊，老人们一般60、70、80这种满十的生日啊，家里人都要好好的给庆祝一番的。可是对于赵叔今天这个70周岁的生日来说呀，没有了老伴儿的陪伴，又和平常的日子有什么区别呢？就女饭馆，但是你得透明的，哎，只有花了钱，剩下我多剩东西搁哪？这俩人钱都搁花头，哎，啊，就是，我钱我挣的也不多也不少，也4000多块钱。你在铁路具体是啥工作吗？我在铁路工段啊，工段了，工段是维修线路的。那你在铁路上干这么长时间，技术支撑没考技术支撑是吧？没走技术这条道。走饭的我爸的出了没完的支撑拼不上啊。那我懂。你是哪年生的？我是49年的。49年的，我比你应该是大。我是属鼠的。我属牛的吧，属鼠的，六合，哎，它不犯相。你48年生的，那屁我又屁大一岁。我应该比你大一岁。我比你大一岁。你49年。我49年，你不48年的吗？你比我大一岁，年龄的是上下大32岁的，小32岁，大32岁。那不年龄不算，不算事儿。马阿姨从一进门就仔仔细细地问遍了赵叔的姨情况，明眼人都看得出赵叔对眼前的马阿姨呀，那是100个满意。可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终是成就不了今天这桩好事啊。红娘不禁在心里暗暗为赵叔捏了一把冷汗啊。今天晚上敲门。您好，姐。哎，咱手机尾号是3123是吧？啊，对，是我是。哎，对，这是咱订的单号是吧？是我订的。好的，好的，谢谢，快到。好嘞。哎呀，昨天不是知道你今天多心了，觉得。昨天听叔叔说他跟他老伴儿间的事儿，我估计老伴儿走了之后。估计也没有人给你再好好过生日了。啊！我寻思正好今天，那既然咱我都已经知道了，咱赶上了，那我们就当你就把我当成你的那个孩子，然后呢，就当我们咱今天正好赶上这个事儿，咱还相亲，我们就大家一起陪着你，把你这生日过了。因为我觉得70岁其实真的很重要。马阿姨的性格是很干脆果断的，对待感情她是既慎重又不愿意拖泥带水。聊了不过半个小时的功夫，马阿姨就主动提出要结束今天的相亲。咱这么的，那个切个蛋
糕，然后咱们许个愿，吹个蜡烛。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我70岁生日快乐，健康长寿。那我们就走了哈。好啊。嗯嗯。那行，那就再见哈。嗯，再见，好好保重身体啊。杜春发。不想当将军的士兵算不上是，要是头脑，哎，智慧啥，就是财富。正是有了老伴的认可和崇拜，才有了杜叔这大半辈子继续写诗的功力。可是让杜叔最遗憾的就是自己还没来得及为老伴写上哪怕一句诗呢，老伴突然就扔下了自己了。半夜11点左右，我就听，扑通一声。等我到那屋一看，他已经在地下了，躺地下了。我一看就完了，抢救4天没有抢救过来，脑出血。哎呀，我就是晚上我都不闭灯啊，点着灯，我总觉得他没走，就好像在后面喊我。老伴去世后，杜叔在松原的旧房子里时常睹物思人，久久都不能平复心情。杜叔说，之所以同意儿子把自己从松原接到长春居住，就当是一个全新生活的开始吧。老话说得好吗，家有儿女不如半路夫妻，这是从古到今的话。所以说吧，自个也寻思了，不找吧也挺孤单的。你像假如生活在一起，我一分钱不要他的，生活全是我包圆儿。我们金六田是央企，100零3个央企里的一个，我们的省医保、省医疗都是省的，不是市的。所以要懂政治、懂经济、懂生活、懂文化。你是哪个单位退休的？油田的。啊，油田的。那松原油田。啊，吉林油田。那你是什么念过最高学历是的是啥呢？初中一年。哦，我刚听他问他学，他说才念到初中，我就觉得心里咯噔一下。没受过教育，跟我那个要求差。虽然我没念正经什么初中，但是我参加就是上那个机关以后，自学的函授双语党校，念的这个中专。面对马阿姨一连串的问题呀，红娘看得出来杜叔的回答明显越来越没底气了，全然没有昨天跟红娘见面时那个意气风发的劲儿啊。你现在怎么感觉有点多一次有点怂呢？
写的挺好。我就跟你说，只要我看中了，我就不考虑其他的。那我就想问一句，我替阿姨问一句，那你看没看中阿姨？看中了。杜叔最后这斩钉截铁的三个字就像是一剂强心剂，更像是一颗定心丸。红娘赶紧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一直在门外忐忑等待的马阿姨。我了阿姨，我都特别想哭。我评价我的情绪啊，他说他非常认可。我说但是阿姨这面和我这面都会有个顾虑，就是阿姨比你大这个事儿，我说你介不介意？他老肯定了，就三个字儿，看中了。哎呦，阿姨，红娘一直。